兴有这样的一个舞台，能够让老兄弟们聚会，也很开心跟大家见面。今天的聚会还少一个人，老大，哎，要不要把他请出来？别准备，我知道你这个从头到尾这一辈子的一个志愿志向就是把他干掉，不是把他干掉啊，他是我的典范，典范。这是一个缺少典范的时代，是，所以我在我的一生，我就把他当成是我的典范。一个挑战的对象，我就是要超越他，超越。后来他干掉了，越超干掉，干掉。我把你干掉。好，你已经把我干掉了。你要把他超越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演艺界都能够超越处境。每个演艺人都希望今天比明天好，前天比后天好，对的，对吧？对，后天比明天好，那一直好下去。啊，现在他把他请出来，因为他年纪稍微长了一点。我们一定要掌声欢迎。请你跟我谢谢张帝，张帝能够到这里，心里感觉是多甜蜜。没有你唱歌，有意外唱时期，我的心里也非常想念你。今天能在西装的体育馆跟各位朋友在一起，看到大家脸上笑眯眯，我的心里实在是不欢喜。啊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大家好好的过下去。我还能在这里奉献我自己。